在我身后的这台呢，是即将出击的大型立式注塑量板机。像能在业内啊，把大型立式注塑机做到这么大的，已经是非常的凤毛麟角了。据我们的杨总透露，这样的立式注塑机足以堪称业界机王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的荣哥为我们详细介绍这台量板机的魅力之处。小龙好。杨总好。称为机王呢，首先它有三超。何谓三超？第一呢，那我们机器呢延续了大宇的优势，这个超低工作台，你看这台机器操作非常的方便啊，我们站在地面上面啊，直接就可以操作。那么作为大型注塑机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其次呢，是我们的超大开模行程啊。那这台机器呢，目前呢是我们的开模行程是1米。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开模行程呢，配合模具的厚度呢，已经可以满足几乎客户所有的模具的一些需求啊。第三呢，是我们称为是超大容模空间。这台机器的转盘呢，直径是2.2米的。那我们目前出厂的大的做到2.6米啊，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大啊。那么模具空间的这个容量呢，对客户也非常的重要。现在像汽车的一些内饰件啊，都非常的大件啊。那么除了这三超之外呢，那我们这里要引以为傲的大宇的一些我们的软件啊，现在我们客户在设置一些模具的使用的时候，他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脑智能的生成一键生成它的调模的工艺参数啊。那么大宇拥有非常多的制造经验，尤其在量板机上面，那我们通过数百台机器呢，我们积累了非常多实用的一些经验。比如说这么庞大的机器，我们在出运呢是非常方便的啊。那么再其次呢，虽然说这些机器比较大比较高，但是我们充分考虑了一些维护，像这些未来一些螺杆料桶的一些拆卸都是非常方便的啊。那么量板注塑机呢，作为一个比较新兴的一种注塑机啊，那未来的话呢，会在这个注塑机里边呢赚一些大型立式注塑机的一些主导地位。大宇呢必将会带动这个行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。大型立式注塑机还是得看大宇，从制造生产到出具，都是为了给予客户最大的方便。让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宇塑机，您更好的选择。